吃去。当他听见我说要去买好吃，去，走吧。这时候哥哥说他不想去。乖乖，乖乖，走，妈妈带你去，哥哥在家吗？妈妈带你去，走，走。哥不去。哥哥不去，没有好吃怎么办？给哥买回来，走，走，妈妈带你去，走。我想要他这么开心呢、啊、慢慢走宝宝、啊、不着急慢慢走行我愿做黑暗中属于你的烟火一行也怕你不想动也不会动、啊、走错了留一个人风如果有我也会换你笑容哦哦乖这个多少两块钱谢谢哦真棒真棒不用了不用了好了拜拜哎拜拜拜真乖小心点拜拜这个是谁的呀是妹妹这个呢骗的哥哥的啊给哥哥的不要给我呀